我来到这边呢，我就要吃他们的石斑鱼头。新鲜的鱼啊，真的一点鱼腥味都没有。这个辣椒啊，辣椒油。等一下。 我要吃鲨鱼粥，为什么放辣椒？一放进口，它的粥呢，其实已经是煮得非常绵烂了。这个虾菇哦，它就完完全全吸收了刚刚你放下去炒的那些汁啊调味啊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:30，货架开餐喽。